垃圾徵費先行先試計劃開展近兩個月，行政長官李家超話，局方下星期會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交代未來路向。社會的意見咧，我哋係不斷留意，亦都會係認真考慮嘅。我認為涉及一個700多萬市民的一個措施咧，縱然已經係喺呢一屆政府上任之前已經制定成的法律，政府都應該係考慮下點樣去執行呢個法律。喺我哋私人先試的經驗裏邊咧，我哋會作出總結，而會喺下個禮拜的環境事務委員會咧，政府咧係會將先人先試的經驗、睇到的問題，同埋我哋收集到市民的意見，包括我哋參考咗社會整體喺媒體反映的一啲睇法，我哋會咧向立法會去解釋我哋整體的諗法同埋做法嘅。